由加拿大华裔青年艺术家打造的 3D 技术元宇宙展览平台，因独特的细节高清分辨率，获得业界的广泛关注。现年23岁的鲍凯琳从小就钟爱艺术创作，办画展与艺术家们切磋交流。这些传统的面对面的推广方式，却因为疫情各项防疫限制措施无法继续。因缘际会之下，鲍凯琳决定自己设计网站，用 3D VR 技术打造线上三维虚拟展馆。在那个画里面是很小的一点，然后我可以把 zoom 到那个放大到那个2000倍，然后那个装饰可以看得很清楚的，然后这是其中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别的网站是做不到的。现在就我是花了3年时间来研究怎么就把那个高清度就放到最好。目前，获邀为来自中国以及北美的不同艺术机构打造线上展厅，鲍凯琳表示，虚拟展馆打破了实体观展的局限性，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打开互联网，就能体验到展厅内所有展品的信息，在自主性、便利性、互动性、细节鉴别、空间量等方面，与传统实体展馆相比，更能调动用户的新鲜感与积极性，还可以降低宣传成本。以后那个艺术家都可以用我们平台来那个买卖画，然后就，比较简单啊。然后如果他们不在同一个城市，也可以用网上啊，3D VR more realistic way to 展厅他们的画，收藏家也可以真实的看那一幅画。有关平台的更多信息可以浏览网站 www.artworldexhibitions.com。凤凰卫视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。